动画成年做一个68岁女长者，自从上个星期五离开屋企之后就失踪。警方话关注佢嘅健康状况，呼吁大家协助揾佢。警方话68岁嘅 Hong Wei Yan 上个星期五离开位于 Clark 街1700号路段嘅屋企之后就冇咗音讯。警方话 Yan 有精神健康问题，担心佢嘅安危。失踪长者只讲国语，从前亦都试过失踪，有一次去咗屋邨。佢身高5尺，体重90磅，通常将白发束成一个发髻。离开屋企嘅时候着住蓝色 Adidas 外套，或者系白色开襟上衫，有花嘅白色 T 恤，黑色波鞋。警方话如果见到 Hong Wei Yan 就应该通知警方，电话系510-577-2740。如果目睹紧急状况，就应该打911。